呢日一众台湾艺人廖允杰、黄伟晋、刘俊石、怀特出席由百货公司举办的时尚活动。在冬奥中为中华台北取得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的黄齐麟和李阳，拳击铜牌黄少文亦有到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刚刚在上星期金曲奖中拎了最佳新人奖的怀特。作为拎完新人奖之后出席的公开活动，怀特都即场演唱了得奖歌曲啊。之后我觉得更紧张了，因为你反而更紧张了。对呀、啊，因为感觉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然后要开始努力了。你当初一直不肯让大家看到你庐山真面目的原因，你想要做自己，然后想要保留自己的隐私权。对呢，因为我觉得两个身份其实还蛮不错，就是我平常的时候大家不会因为我是谁谁谁，我是怀特，我会做音乐，然后在平常对平常的我特别好或什么，我就是平常的时候。还是原来的我自己。是，可是因为你这头发太有辨识度啦、啊你觉得你这样子换了妆，我会认不出来你是谁吗？我把它扎起来，然后用一个棒球帽把它戴起来，很可爱。其实怀特本人真的很可爱。知道你好像九月份会有一些新的歌曲，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吗？九月会写有一首新的歌，然后是中文的歌。哦，没有英文的。这次是全中文。对对对对，这次是全中文。那。有可能哼哼了一句吗？